生日快乐！你怎么知道的？啊，那查查怎么办？他为了给你一个惊喜，正准备着呢。什么？我以为他会和你一起来呢，怎么办呢？要不让游艇掉头？不用，也是啊，已经开了这么远了，现在不能再掉头了。 这段时间特别尴尬，我原想一走了之，就这么躲起来。但还是决定要把这么没出息的自己原原本本的展示给你。想起这段日子里你对我付出的感情，为我受的伤，我真的很惭愧。我都没能好好照顾你，对不起。谢谢你接受我这样的朋友。生日快乐，白永泽。 我害怕你离开我，现在我只想不顾一切的奔向你。但是，我也怕我这种想法会伤害到你。生日。 永泽，你怎么自己回来啊？身上还湿了，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啊，那个什么，我刚才生气想走来着，但是今天不是你生日吗？再说了，我是你的私人厨师。 就想着说，给你做完生日餐再走。这样也是够义气的，在情在理都是应该的。我可以抱你吗？嗯？我说。 你干嘛不吃呀？你是怕我不分糖不分盐做的这桌菜吗？这是我出生以来第一次有人给我做这种生日餐。我也是，第一次这么忙前忙后的做了一桌菜给人庆祝生日。要不是刚才抱着你，我还以为我在做梦呢。 那，你现在相信了吗？当然相信。我听到了心跳的声音。那个，我刚才吓坏了。
因为你突然过来抱着我，所以我吓了一大跳。不是你的心跳声，是我的。当然了，我这么帅的男人抱着你，你的心脏当时肯定都停止了吧？并没有好吗？我当时是气得心脏快要跳出来了。哎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不就是开了句玩笑吗？至于又生气了吗？这个真的是你自己做的吗？不会是点的外卖吧？什么呀，我为了做这一桌子菜我可辛苦了，我英语不是特别好，去买菜的时候我就这样一直给人家比手画脚的。也是，要是外卖的话味道肯定比这个好。你外卖是调料的味道，这个完全是健康的味道。你现在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为什么不接啊？是力宝，你接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要不是他，我今天都不知道是你生日呢。至少今天你得谢谢他。喂，力宝，你找过宋茶茶吗？为什么突然听那个女的？你是怎么知道宋茶茶的联系方式的？你为什么打电话给他？你又搞什么鬼？你到底在胡说些什么呀？我只要听到他的名字就全身难受，我干嘛要给他打电话啊？你不是给宋茶茶打电话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吗？不是，不是的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这讨厌的声音，我都说不是了。Oh my god， 是不是那个女的？你现在跟她在一起吗？如果你没有搞什么鬼的话，那就挂了。好心想祝他生日快乐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这倒霉女人到底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？说什么他都信，还冤枉我。不行，力宝哥，你发的短信我看到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确实，记得我今天生日的貌似就只有力宝一个人。哦，原来你们感情这么好呀，就他一个人知道你生日。那也是他的事，那难道你就没有记住蓝天的生日吗？干嘛，自己接不上话就扯蓝天啊？是你先说的力宝的。算了，到此为止，干嘛要知道你跟力宝的事情？对了，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你干嘛呢？为什么要做成这个样子啊？你干什么？你答应我
你为什么要喝醉？啊！我现在只想回去找宋茶茶和潘永泽。终于还是爆发了。爆发？什么爆发？还是因为嫉妒爆发的。嫉妒？他嫉妒咱俩？啊？啊？ 怎么还不接电话呀？ 茶茶，你别动，我过去找你。别动。 我在你身边，还怕什么？冷静冷静。好了好了，别怕了，别怕了。你这个大笨蛋，这是我第一次不怕黑了，感觉很安全，很窝心。